浮生梦手游，今天赶快来讲手足。手足。好，开启系统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进下一关。那这边有更多的系统了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把手足讲完哈。那手足的部分的话呢，好，那手足呢是予以这一个绝版武器 and 极品神装。那如果你再除的话，就是这两个；再除的话，就是这两个。那今天主要讲手除。OK 了，手除的部分。好，那这边可以再强化一下装备，这样子。然后的是做我们行神行的一个升级的技能的升级教学。好，所以手持主奖励与技能的升级教学。我怎么点掉了两下处置？好，这边有些登录奖 and 福利。好，装备的强化与技能的升级。好，这些有非常独特的神行系统。好，所以手足知道了哦。那游戏一是没有序号礼包的兑换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讲手足这样子。哦，草林翅膀都有了耶。